我们站在牛津大学波迪安图书馆的走廊里边，这抬头往上看，你会发现这儿出现了一徽标，这就是牛津大学的徽标了。哎，三个皇冠，一开始打一本呢打开的书，上面的拉丁文写着主是我的明灯。那讲这个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们见没见过剑桥大学的校徽啊？剑桥大学校徽是什么呢？三本合起来的书，牛剑之间经常有争斗，那人家牛津大学就笑话剑桥大学了，说你看见没有，我们的书本天天都是打开的，我们天天都在看书。剑桥大学学生呢非常不屑地说什么呢？你们太笨了，我们三本书都看完了，都合起来了，你们一本书还没看完呢，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？